我看你牙齿掉光了，还在打王者荣耀吗？看看看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我跟他打，我直接红玛瑙，好吧？起手红玛瑙，相当牛啊！赤城赢了一把，可以可以，我们等下十一点钟去看他，看他看守不守这个国标啊。阳光，哎，抢啊抢啊啊抢！知道我的红玛瑙的力量了吗？你小子是不是带，是不是带的逞？你再过来。哦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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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红 buff， 这什么鬼呀、啊？哎，这怎么过来的呀？哎，这怎么来的呀？你们搞错这？啊！我要单杀了我的。我们的红出来的呀，这谁想得到啊？三级啊，没事做。他带着惩吧，我不要给他打工了。我要去弄他，他搞了我一波，我要回头搞他一波。请求集合。升级，好吧，升级，拜托了，求求了，升级，升级。你刚才弄我，太阳光了，太阳光了。还一秒，还一秒。他飞了，飞了。阳光，阳光，吃药！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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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还能玩？阳光，哇，好爽啊！嗯，哇，我这斩杀连 K 三个，哇，舒服。还有吗？有人听说这个黑白世界没有设计，你小子可以的。哎，中路又打起来了，等我，我再走。一刀啊，阳光，哎呀我的天，这哎呦差一点呢，我差点又嗨起来了。发起进攻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可以来来来，吃个药包再跟你来啊。根据挨打，好，我连老朋友了。这样我们打野怪都会快一些啊，每一下烧两百点血有用的。主一技能啊，这是我的。一刀贴贴贴贴贴 A 贴贴贴贴贴 A， 发起进攻，一刀 A 吃药，来来啊，一刀 A 啊，大招 A， 远了兄弟们，远了。哎，我刚刚按斩杀，我要 A 一刀再按斩杀，感觉那个血量才够啊！
哎呀，好烦，上当了，就知道有一股不祥的气息到我脸上来了，果然到了。明显够了，要 A 一下才会够啊，不 A 够不了。他走了，赶紧推线，这波就不用去了吧？这波好像还是要到啊，还是要到。我来了！哎，我也走了。那这样的话就把下路给推了吧。他这波错误的抉择，请求集合，先把野给反了。我们现在捡 CD 还没上来，这个一技能还是有点慢。来呀，他知道我队友在旁边，我跟他玩一下，玩个鬼呀，这真的是烦呐，这几个爹让我吃了，哎呀，我真的是行。请求集合。大说。不行啊，下路还有波线，我去了的话，防御塔掉一半。等我，等我，我来了。你给他脑一手斩杀，一刀。石河又在念，一手斩杀。好，一刀拉扯。一刀，一刀，大招 A 啊，舒服了。一刀。一刀大招啊！一刀拉扯，快吧快吧快吧！海来了，一刀，一刀斩杀！哎呀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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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我走了。有冰心了，不用回家了，逛一下就血满了，因为我们有被动回血。请求集合，开始撤退。下去，请求集合，加大炮。上了把现代呀，
哎，我跟他玩一下。一刀，一刀。好，我跑的也不慢呢，我。请求集合。有人听说这个黑白世界没有色彩，没错。一刀。忍痛啊！你刚才是不是闹？是不是？没必要吧？啊，居然打得死，这么神奇！一刀，一刀，大招！啊呀呀呀！好，行。怎么回事儿？打不掉吗？再打。得，一刀 A 一下，给大招一技能。哎呀！哇，也没搞错，我就感觉他这个血量是死不掉的，我真的是，哎，想丢斩杀又不想丢，我要斩杀把别人宰了，我才能无限阳光下去啊！我的亚瑟带斩杀，我就不停的玩呢。我兄弟好像不太行啊，死不掉呀，感觉那个斩杀，斩杀。他虽说是终结多少16%的身伤，感觉只能打1/10的血，感觉1/10过了就感觉打不掉了。一刀，大招。一刀斩杀，那就只能斩这么点了。完了，炸了呀，兄弟呀！完了，出事了，打不过了。我好像保不住那个后羿。但我单切这个单切黄忠好像我也打不过呀，有点麻烦。我到底保不保后羿呢？看我直播呢，兄弟。斩杀！一刀沉默，哎呀，泡了。一刀斩杀，爽啊！将灵魂摘干，去用不语言，快用腰斩心，变得像我一样性感。
合，进攻主宰。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。先别管，走过来一点呢，你再挨打呀，兄弟！斩杀，把我带进去了，谢谢你。完了，好意思，没输出了。单挑打不过他的，他飞他我管不住啊。已经自求多福了，兄弟，把鞋子给换了吧，早点醒过来了。身体放不松路。请求集合，霍伊不在呀、斩杀！我也要我也跑啊我！好的，这一波猛点投降攻击有用了。哇！一刀！哇！怎么说？一波了啊！不浪了，都不理他了，一波了。这还是得开那个头像攻击啊！这感觉不开那个头像攻击，一技能根本就 A 不到那个黄忠啊！打到黄忠还是有输出的，贴到他脸上。他怎么这么多 MVP 加新卡呀？他怎么这么多加新卡呀？改了。